农委会委托推广茶叶成功计划，最近喺屯苗的新同会来合作，提北角茶企来拍示范干部，利用自动化机械 SAP， 我来提升茶叶的生产管理同品质，也希望来解决台湾的茶产业人力唔难的问题。利用模拟机下药，平均每点钟就是在下一点五公克面积的茶叶，比传统下药效率高2.5到5倍。不但产生时、成功包含的面积同人工下药比起来，也有动态的长差。无人机它会有风场，啊，像我们这个喷嘴改八喷的，它的水量跟重叠性很好，啊，所以它可能够经由风场跟药液加成的效果均匀分布。啊，然后叶面、叶背，甚至植株本身都能够均匀分布。你喺水埔区台中分局同茶界桥苗栗农会，向下期盼界茶叶成功栽培管理示范，利用模拟机科技，水台灌溉内桶同采茶机，达到机械化设备，希望台湾界传统茶产业升级。如果运用这三种省工的方式的话，我们茶园的生育期可以节省1到2年。以往可能要3年新植之后才能采收，但是用我们的这一套方式，可以节省1到2年。哦，你成本的话应该是降低啦，嘿，降低，因为人工的话，因为像阿个产错有嘛，因为迄13株办公园啊，啊一边错发出15班，啊他把用其他的发就差不多是上一半的工钱了。苗栗市农会指出，因为时代改变，今年茶产业起码落个是自存2.5公顷个茶叶，最近几年来推动成功栽培管理，打造自家个品牌苗栗凤。目前栽培面积已经到5.5公顷，平均当年拥有6.7公顷个面积成长。希望结合智慧化生产模式，提升苗栗茶产业个品质同产量。客家新闻杨仁乐，苗栗报道。